Ilai toko Farai Adawang minta izin ya. Sani.今天能迈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动土仪式，部落嘎吉达案特别率领严明会主委及与会的来宾共同举行祈福仪式，祈求祖灵保佑工程顺利。随后在安排下分别戴上安全帽，并指亲铲子共同进行动土仪式。第一铲，开工顺利。今天能迈部落聚会所特别由行政院花东基金及严明会核定补助。规划设计经费900,000元，以及新建工程经费805,400,000元，预计今年6月完工。今那那么还在安好，波隆路加拿大马上把巴格达来都啊4,500,000,000古沙比补助，努人民会都一抓抓，哎阿达王阿米巴迪人，一定呢怎么买巴格达来的那？结标金额能拉百来多600多万，国沙比巴蒂林丁达阿达旺。聚会所工程用地原本为花莲县政府跟玉里镇公所分别管理，特别经沟通协调后同意新建，一半是花莲县政府的，一半是玉里镇公所的。然后花莲县政府同意让我们在这边盖几年能卖的聚会所，也要谢谢我们县政府的配合。现在以目前来讲，算是玉里的商业区，也是市中心的地点，非常适合聚会所的成立。今能不能卖部落位于玉里镇区内的中城里，部落里有一个源泉，所以称为几能不能卖。加上这个区域较为市中心，因此部落族人与其他族群混迹的情况下较为分散。因此以往举行聚点或活动时，常常要以通信后互相告知的方式进行联系通知。今天的麦聚会所顶部规划设置钢瓦屋顶，钢柱钢梁规划采洗石子绘制象征部落图腾图案，并设置无障碍及男女厕所。严明会表示，完成后除了及能不能麦部落使用外，镇区内的普世格部落及吉拉克赛部落因为没有聚会所，完成后将可以共同使用。原视新闻访问了花莲玉里采访报道。